大家好啊，今天想跟大家看看这只表啊，波尔表 Roadmaster Rescue Chronograph， 定价是港币19,900元，限量1,000只。钛金属的表壳，备有熄灯指示的单向旋转不锈钢外圈，连陶瓷字圈，备有 Amortizer 专利内震系统，表带由钛金属和不锈钢设计，防水深度达100米。机芯是波尔的 RR1402 自动计时机芯。这只机芯用了一只可以抵御极低温度的机油，最低可以抵御-45°C。最高的防磁效能高达 4800 mph。它的镜片用上防原木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，旋入式标冠，有计时功能的机芯可以累积计时到12小时。適合極端天氣的陸上拯救任務。總共37支自體發光的微型氣燈，在錶面時針分針，方便夜讀時間。表盘入面的计时圈附有一个脉搏计，可以用15次的脉搏跳动来到计算一分钟的心跳速度。整只表的功能除了时、分、秒之外，还可以显示星期和日历。